就后面坐半小时啊。目前的我们的一个对疫苗的一个了解呢，对于它感染的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到底有多高，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数据。所以基本上来讲呢，对最后打完一针的出去的一些同事呢，我希望呢他们仍然要坚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的一个动作，比如说我们讲的还是要戴口罩啦，保持一个距离啦，勤洗手，这个做到再坚持2周，对吧？那么安全性就很高了。